舰长，你是否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呢？我能够感受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连接着你和身边的人，即使出生入死，连接着你们的丝线也只会变得更加紧密。这与我所知的世界截然不同，而我现在似乎也成了被这种缘所牵引的人。这究竟是命数，还是属于舰长你的力量？请允许我留在你身边，继续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。